有啊，他有来。那他会帮蓝队还是红队加油？我早上看到他好像是穿蓝色的衣服。但没办法啦，他还可能他还是必须得坐中间，因为我们两边比没票了，他只能在中间比较中立的看。但我觉得他以学长的身份，不管哪一队赢，他应该都很开心。没有他自己想来的，他来看钱姐了。对。是来看你的。他我们天天。 都在家里有点腻了，对，在看你。只是我觉得刚刚小玉讲的就是，可能我必须得先去跟小玉的老婆说声对不起了，总冠军我们也要。哎呦！我老婆说那个想都别讲。